gloves.这是手动的，知道吗？那以前这现在它就在压，压到下面之后，它就自己往上回了。 这个设定是压力是多少？八个。我们这儿剩五个了。
所需要做的就是重复开门关门开门关门。嗯，这种控制方式我们已经做了两年了，你们一直不知道而已。你们就是没见过。其实像这种小型的对吧，放在人家那边是最好看，还可以当个垃圾箱。嗯，到了，我的今天真厉害，我们了我们了，当然了，所以他让他去留你。这个蛮实用的，只需要加料就行了。这个木头基本上很少的，很少的噪声，你都听不见。看一下这个，这个我们要降温，降温它放到后面。